请问妍飞小姐，愿意接受29号设计师的邀请，帮你洗头吗？29号。嗯。好，我愿意。请上座。敷热毛巾哦。嗯。拿起来喽。嗯。帮你抽血喽。这是玫瑰精油，让你放松的。太舒服，我睡到做梦。做什么梦？我想不起来了。那个，再帮我按一下这里。快点啊！这里，这里。哦。我想剪刘海。你先坐一下，我去拿防水围刀。哎，等一下，可以先洗头吗？
头痛了一整天，现在是最幸福的一刻。我一直以为你会走餐饮业，怎么会做发型师啊？因为我受到一个人的鼓励。谁啊？金泰熙喽。金泰熙？嗯，最好是。真的，我得为我的女神做好准备。选择科系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的女神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可以帮她，帮她的狗狗治疗便秘。B， 帮她插一束漂亮的花。C， 帮她修理马桶还有排水孔。或是 D。帮他剪头发，做造型。最好是。真的，我的计划很成功。至少成功了一半。哪一半？成为设计师的这一半，剩下的就等金泰熙来了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帮金泰熙洗了头。超励志的，那金泰熙就是你的亚洲力量。亚洲力量。嗯。好喽，冲水喽。等一下，这一区还好脏。哪里有？用钱多次。很脏啦。怎么可能？多按几下就不脏了，都快脱皮了。那另外一边。啊。菲菲，你蹭一下，不要动。等一下剪成狗啃头不负责哦。真的懂唯一的定义，不只是如影随形。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，闭上眼睛，用心看清。我真的爱你。是因为